台湾媒体2号公布的2023两岸关系年度调查显示，受访的民众认为台独是影响两岸关系的最大变数。另外呢，有近半数的民众不满意蔡英文处理两岸关系的表现。这次调查于9月12号至17号晚间成功访问了1071位成年人。受访者在不被提供选项的情况下，被问及可能导致两岸关系转趋紧张的因素。15%的受访者认为台独是影响两岸关系的变数，比去年增加1个百分点。居次位的影响因素是民进党执政，占13%，比去年增加3个百分点。民进党的大陆政策和2024台湾大选则各占6%。对于蔡英文处理两岸关系的表现，民众以负面评价居多，38%满意，49%不满意。此外，66%的民众主张台湾不应向美国或大陆任一方倾斜。如果两岸发生军事冲突，48%的民众相信美国会派兵协防台湾，40%则认为不会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。